早安，欢迎收看金鱼来早茶。哎，不对，你们看的时候是晚上了哦，应该是晚安。学一下 Hook 的那个开场白，早安晚安晚安，欢迎收看金鱼来早茶。上个礼拜的新闻比较平静呢，所以今天会着重在我们早餐的介绍。感谢 Big Table 提供的超好吃的三明治，点了香料炒虾三明治，培根洛梨煎蛋三明治，搭配了沙拉以及很盖溜丁加很盖。还有柠檬薄荷花草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早餐有多威。你看这个摆盘是不是很厉害？而且他很贴心的还准备就是这种手套，让你在吃三明治的时候呢，不会觉得太过于沾手。好，现在就来吃一下，弹掉很实在。嗯。Big table, big smile on Monday morning. Spectacular. 好好吃哦，我的天，赞赞的。好，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回应一下，就是网友们调整一下镜头，应该回应一下网友们来看完来早茶留言。那个网友们的名字蛮特别，偷心浪子王说他问，请问先不论实力的情况下 ，T1 各个球团甚至整个联盟行销上。有达到去年 Plusley 的水准吗？请问看好 T1 接下来的发展，又或者是两联盟合并呢？必须说 T1 会走得非常的艰辛，因为前面已经有个所谓成功的案例在前面，得付出更多的努力才有机会追上，不仅要复制，还要懂得创新。整个联盟的行销上，媒体声量从一开始到现在已经多了不少，但是呢，还是跟 Plusley 有一定的差距。网络声量与 Plusley 也是有一小段的距离，这只能靠球赛的内容来补足啦。而 Plusley 在这个部分也拥有绝对的优势，因为他们拥有大部分的球星都在他们联盟。那周末的热身赛呢，刚好都在高雄开打强碰头。先不论呢，在新闻上面的观众数量有多少，因为一切都可以灌水，但是呢。YouTube 上面的数字会说话，大家自己可以去看回放跟留言就知道了。从网友的留言反应来看呢 ，T1 的声势似乎是不如 Plusley， 这大家都晓得，因为 Plusley 已经有一年的成绩在那边了。但是呢，从收视数字开出来，却会让人家有一点点的意外。礼拜天呢，中信特工与高雄海神碰到头，同时也是唯一一场有线电视有直播的 T1 热身赛，收视率是来到了 0.21， 收视族群是落在25到49岁的男性。相较当天呢，也是由 Momo 来转播的领航员跟梦想家，他们收视率是 0.08。而另外一场明视第一台转播的领航员梦想家勇士钢铁人呢，分别是 0.02 和 0.11， 都来得出色许多。而这也是两周以来所有场次在电视收视率方面最高的一场，也就是中信跟海神的比赛。即便是礼拜六的另外两场赛事都是以当日延播的方式放送，仍旧有 0.07 云豹跟猎鹰，以及 0.04 台啤跟太阳。可见对观众来说呢，新鲜感还是挺重要的。 Anyway， 这只是第一个碰头的周末的收视率，有在大家的预期之内吗？没关系，赛季还蛮长的，你大家可以继续看。而且 T1 在五大好球的剪辑上面真的要再加油，多几个角度啊，慢动作啊，近距离啊等等，强调这个动作的难度。然后我觉得你们上礼拜可能排序有点错，那个第一名我觉得他应该不是第一名。对，好，如果没有办法常常盯着选的话，也可以找一些就是专门的技术公司，比方说 Spot， 用关键字输出这些 highlight， 在好球的选择上会更加的简洁。最后呢，我是秉持我一贯的态度啦，我期待两个联盟合并。这么说好了，篮球摸骨的这个节目呢，推出也满周年之后，陆陆续续有球员啊，有教练啊，想要比较这样子的模式，自己出来开节目，也真的开了。我是不会觉得他们分一杯羹啦，因为成功是很难复制的。OK， 再加上他们忽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我不会说。哈哈哈哈哈哈！再吃一口，那培根真的煎的恰恰好，好好吃哦。今天继续回顾本周的体坛大事，美国职棒大联盟球季结束，
另一场大戏正式揭开序幕。什么大戏呢？现行大联盟劳资集体协约将在美国时间12月1号到期。从各方面的消息来看呢，联盟跟球员工会目前的协商还不在同一个频道里面，许多人都做好无限期无法完成续约，资方可能封管的准备。虽然对大联盟球员来说目前影响可能没有很大，但越接近明年开季就会越来越感受到封管的影响，甚至就连不在美国的台湾球员也不例外呢。怎么说呢？介绍给大家听。如果那个时候呢真的封管，将是大联盟自1994到95年的球员罢工之后至今26年来的首次停工。而封管跟罢工最大的不同在于，罢工是球员行使罢工权，拒绝工作，给球队压力，因为没有球员就没有比赛，没有球比赛就没有收入。那封管是资方的手段，封闭场馆不进行比赛，不发给球员薪水，截断球员的收入，让他断炊。目前的发展呢，可能对国际球员包括台湾球员造成影响。目前国际自由球员签约的规定都是附在大联盟劳资团体的协约当中。美国职棒的杂志记者 JJ Cooper 就指出了，封管如果持续下去，原定明年1月15号开始的国际自由球员签约也可能因此延后到封管结束。大家知道这影响有多大了吧？再来一次看到了，我们到11月份还没有打完的中华职棒，周末最吓人的一幕呢是发生在龙兄比赛，因为中信兄弟没有向，所以是龙兄比赛。中信兄弟的内野手陈伟汉14号在天母球场对魏全龙的比赛呢，三局上遭到了羊头，柯钦诺直击头部这一块，当场见血，立马被送医治疗。经过了紧急检查与处理，是没有脑震荡的情况，但是左侧耳朵呢有外伤，已经进行了缝合。哎，比赛结束前就回到了天母球场，虽然惊魂未定，但是看到了队友有连续开轰赢球，还有他没事，他就觉得是双喜临门了。哦，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真的没有人想要看到那样子的，就是打到头的那种状况了。但是在这场比赛呢，其实两队是打了十局苦战，靠着许基宏和陈子豪连两打席敲出全垒打，以6-3获胜。下半季呢，只追到统一师落后两场的距离，全年度则以半场的优势独居第一。在这场比赛之后呢，是对下半季最快封王是延到了18号，也就是礼拜四。当然，我们播出的时间也是礼拜四。那中间还有一些球赛的变化呢，就请大家以观望为主啦。特别分享这一条是因为呢，陈伟汉击败了海伦清桃，大 S 成为 Google 热搜第一名，太难得了。你们看看体育新闻有多辛苦，联动到建宏才有机会成为讨论的焦点，太难了。刚在调整就是摄影机的空档，我把第一块另外一半给吃完，现在吃第二块。它的吐司真的是烤的恰恰好，刚刚好，而且它上面涂的那个应该是蒜蓉奶油酱吧，就是金胖，但是那个味道又不会过度的抢戏，金赞 Big Table 棒棒 Big Table 好家。我很少在一早就这样发疯，后面那个是在发疯吧，我的猫。 OK，好，转换一下情绪来聊一下彭帅下落不明，世界女网协会要求全面调查性侵指控的这个新闻。后续啦，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 WTA 14号终于打破沉默。 WTA 主席 Steve Simon 14号发表声明说，最近在中国事关 WTA 球员彭帅的事件令人感到忧心，身为专注于女性的组织， WTA 始终致力于创立的原则公平机会与尊重，呼吁对他的指控进行全面公平透明且不被审批的调查。而且不少网球好手呢，都在社群上面以 Where's 彭帅声援彭帅，但国际网球总会 International Tennis Federation ITF 大家熟知的ITF 人在装聋作哑，没有要出来表态的意思。唉，真的延续上一集的说法，就是希望彭帅一切都安好，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最后呢，用我们的 NBA 来做结尾，爵士六马爆发肢体冲突，狗贝尔遭联盟开罚$35,000。还记得在今年球季开始之后没有多久， Anthony Davis 跟 Dwight Howard 就在球场边有了一些肢体的冲突，当然那是队内里面的一些
风暴等等的，然后后来呢又演变成七五大战，又有一些球员在社群上面或者是对于媒体的公开场合上面对于这件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让彼此之间都有心里面有一些纠结不太愉快。接着呢就来到了12号的这场比赛当中，事情是发生在第四节尾声， Turner 在防守时挡下了 Gobert 的投篮，重心不稳的 Gobert 在摔倒时拉着 Turner 一起倒地，心生不满的 Turner 在起身之后撞向 Gobert，接着两人爆发肢体冲突，爵士的球员 Ingles 和 Mitchell 都加入了战局，最终 Turner、 Gobert、 Ingles 和 Mitchell 都被驱逐出场，联盟都对四人做出了处分，最先出手的 Rudy Gobert 和 Miles Turner 都遭到了联盟罚款，其中呢 Gobert 被罚的金额更是高达了35,000美金，换算台币来说是将近100万的罚款。 Oh my god，Ingles 则是在冲突当中与 NBA 官方人员有不当的肢体接触，遭到罚30,000美金，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呢哦。发生冲突之后，垃圾话不断的 Mitchell 则因为嘲讽对手，开嘲讽是要被罚钱的，罚了20,000美金。而唯一被赶出场的六马球员 Turner 则是因为导致冲突加剧，被罚25,000美元。而且他在那场比赛结束之后，他就觉得那种情况之下没有办法不为自己挺身而出啊，所以我不觉得自己有任何做错的事情。好了 ，Anyway， 如果有更多冲突的话 ，Maybe 可能就像冰球一样吧。哦，我想起来了，狗贝好像曾经说过，希望 NBA 开放跟 NHL 一样，可以有打架的这个权利。能看吗？不是啊，每个运动文化不太一样啊，不要闹事啊，这样子联盟会一直赚钱，因为罚款都赚饱了，好吗 ？OK， 狗贝真的太特别了。最后紧急更新呢，就是富邦的茶壶风暴，烧着烧着水又开了，是谁打开了水壶盖呢？是投手教练布鲁斯，本季原本是二军投手教练，他在8月19号升上一军，还不到3个月的时间，球季也还有1个礼拜，布鲁斯就提前返回美国，球团直到晚上9点25分才做出回应，说布鲁斯是回家和太太团聚，没有针对内讧的传言有任何的回复。富邦从2017年接手义大犀牛以来，基本上是一年都有一只茶壶给他烧开。先是守备队内的霸凌，以及要退就退，不要只是嘴巴说呛学长事件，再到弟弟传讯息说打爆富邦换纵垒，结果哥哥在队上被消失至今。摊开富邦的选手阵容来看，个个都是能手，说豪华真的不为过。总教练也挖来了冠军教头，却始终躲不过内耗。症结点很有可能是在经营球队、管理球队的那一端。有时候真的不是要为内部人员最大，更要把专业摆在前面，让球员、教练皆能服气，却不会过度娇气，导致个个都能撒气。期待富邦能有季后赛的新闻，而不是季后赛的话题。剩下最后几口啦，好好吃哦！因为早餐我喜欢吃咸的，比吃甜的还要多很多，所以我想要它培根，咸胖咸胖的那种尴尬。因为它苦吐司真的烤得太好，因为它厚度本身就很完美，再加。继续来找茶，在一片欢欣鼓舞的早餐声中要结束咯，这集好像有点太快，那没关系，我们下礼拜还会再见咯，拜拜。